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十一月十三号，明天十四号，要要死这天，习近平要到访这个美国，应该有个时差的问题。如果加上时差的话，他实际是十四号，就北京时间十四号就出发了。十四号这天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呃，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号，这是我们看的这张。 中共十八大结束，幺幺幺要死这天结束之后，习近平上台，出现了七个政治局常委。那幺幺1那那我们当时在节目中还没跟大家分享过，呃，习近平属蛇啊，奇的定数啊，这些都没有过。那时候我们还看不破这点、个、这个故事呢。那现在就看破了，就觉得很有趣，非常有趣。天命不可违，跟大家解释这意思。 那他十四号再来，这对头算呢？他正好习近平在获得中共政权，就是二零一二年获得中共政权，他满满十年之后，因为二零二三年的十一月十三号今天，他是获得中共政权满满十十年，啊，过完了，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过完了，然后他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结果他就出访美国。 代表着一个可能，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背景故事，但是这新的时代的背景故事呢，却完全没有逃脱它的命运的本身。真的，他没有逃脱他命运本身。今年呢，他是七十岁，当年他是六十岁，所以这里头就是有着一种完全命运的故事在其中。这种命运故事，我只能说被被我们感叹。人们在计数时间的时候，你会有着一种。 不同的技术的一种一种理念跟技术背景，这个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时间点，十一月十四号，要要死，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就是第十三年的第一天，啊、呃，也可以说就就就,就可以说叫第十三年的第一天，他获得的这个命运的，啊、呃，第十一年的第一天，命运的本身，它就以西式王朝的概念。 西式王朝出现在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社会的这个场面。他要重新开启我们讲西式王朝，十年前五年呢，前五年他是反腐夺权的过程，那后五年呢，在建立他的就是呃呃怎么讲，就是用西式王朝要取代中共政权的过程。这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但是他呢，迟迟不放弃共产党，他没有放弃，他用共产党去统治这一切，他用共产党是能够所谓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那完完全全明目张胆地达到个人的目的。看看我们以往的过去的时间里，特别这一年，其实他真正的变化是二零二零一七、二零一八，就是在他第二个 term 十九大之后。 出现了很大巨巨变，而这个巨变呢，呃，巨变出现在2019年，从香港的改变到中共病毒的产生，都是在2019年。然后经历了这几年，呃，中共病毒的几年，让所有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完全概念不同的习近平。那习近平的概念本身呢，在与中共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呢？ 他就最恰当的，在他眼睛里最恰当的利用共产党的一切，要建立他的东西。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解释过，他有三条命线，哪三条命线？就是延续了共产党的统治的一切，这是他的一条命线；而在他共产党的本身上，他又在延续着，他又在创立着西赤王朝，这是他认为的第二条线。现在。 明天到达美国，到达旧金山就是这第二条线。那第三条线呢？是命，天灭中共的命。那天灭中共的命是盖过前两条线的，而盖过前两条就是我们能够从时间上能够看到，从隐喻上能够看到，从背景上能够看到整体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谁也逃脱不了，天命谁也抗抗命不了的。那。 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二零一二年的十八大，我们当时的十条聚焦就跟大家解释说这是幺幺幺死。今日点击当中也提到，在幺幺幺死这天兑现了，然后它的兑现的途径呢，就是把政治局常委从九个改成七个啊。那个，你看九个改成七个呢，我们看到的故事现在后来说它是属蛇的，蛇打七寸。 我们后来讲说七的定数，在当年十年前，二零一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我们看看不到这个故事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框架的背景，走到了今天兑现了一种命运当中的定数，来展现给所有的人。我我想跟大家解释，那这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过的故事。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彭丽媛会不会来访？ 彭丽媛来访是对应了他命运当中的那条线。那按照他的命运的安排，就是他自己设定的西式王朝的安排，那彭丽媛会随着随团来访的。那随团来访，他就变成了对美国的访问呢，又有着半官方的成，就是半官方的那种氛围在其中啊，这个。 跟大家解释这故事，办官方氛围呢，就是不仅仅参加 APEC 会议，他还有他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单一的，习式王朝对美国的单一的成分在里。从这点上说，呃，彭丽媛很可能会随团来访。那就连，他不会，他不一定参加二十国峰会是没有夫人的，但是呢，他在酒宴酒会上酒宴上，他就可以展现他的习式王朝的酒宴的峰会。 酒宴在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提到说，呃，习近平想把跟美国商界的晚宴提前在呃这个呃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之前，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当时想安排在十四号的晚上，来来会见美国商界跟这个企业界的领袖们。那当时他应该是几百人的一个大宴会。 那如果这个大运会在线呢？那有着彭丽媛出面呢，他在树立起大家也知道树立他那一套。那美国不干，那美国白宫不干，所以就给他来了一个烧鸡大欧博，说你必须要见面，见面拜登。那他要见面拜登，就把头一天这个东西呢就给往后延了。所以他就变成了在他最先奢望的一件事情上，先来一个就是烧鸡大欧博，就是。 呃，出师不利，那他想象的东西已经开始出现打折扣了。那在他之后，如果说十五号他见完拜登，十五号晚上他在会面的话，那就概念就不同，跟他的概命里的概念不同。呃，有着他一种并不是随心所愿，呃，随心所愿的那种成分。那也代表着美国今天的社会呢，对于习近平联邦政府这一层呢，有他独立的看法，就是。 他不会像，呃，不会像旧金呃，这个这个加州州长到北京的时候那样的，就像跪拜他、跪求他一样，肯定不会。而加州为习近平来访用了蔡奇的那一套，就是清零啊，清除低端人口，因为在旧金山呢，充马街马路上充斥的到处都是这个，呃，要要饭的，呃，无家可归的，吸毒的。 这些这乱七八糟的，而且整个给这个旧金山市中心带来巨大的影响。那结果在在应该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全给清干净了，没了。所以它代表着美国左派社会底层的左派社会，对中共的做法采取了中共的做法，对习近平呢有一种期盼。因为加州是美国美国大企业领袖集中的地方，呃，如果加州独立的话，是在。 全世界它的生产总值可能居第七位，GDP 啊，低，七居第七位或者第八位，所以美国的大型企业啊、大型商界都在加州，它有这个前提条件，也就变成了习近平把加州搞搞定，那习近平在相当程度上就搞定了一半美国人，那对于今天的习氏王朝的起步呢，有着它非常意义深远的东西，那他也是他这一次来。 来加州参加 APEC 会议的另外一面，但他重我我想他重大的一面是他推他个人的成分，但这个成分呢，首先他就遭到了一个遭到了一个挫折啊，呃，在在另外一面的东西呢，就是抗议，就是将面他将面临巨大的抗议，那这一份抗议应该是历史性的，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在整个命运跟社会环境中呢。 啊、呃，因为从二零一七他第二轮上台之后，也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应该没有遭受过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重大的抗议的成分，没有和抗议的呼声，而是在二零一九年，在习近平把香港毁掉之后，在经历过三年的这个打针跟中共病毒期间，他对国际社会的整个的伤害。 变成了有目共睹的一切，就是他跟之前的习近平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特别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那中国人应该历史性的团结在一起，要给习近平开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中国民运人士聚集在新这个呃旧金山，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本来呢，呃，结束一党专政是老口号。 但习近平下台呢，原来没有过，所以跟他的独裁的状状况，跟习近平建立西式王朝的独裁的氛围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王丹、魏京生啊、呃，王军涛，这是在海外民运当中的几代人的头一次聚合在一起，他们的凝聚的力量呢，跟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的政体，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一层的，呃。 他们连接蛮深刻的，有着他相当厚的一个背景，所以这是应该我们在过去时间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呃，整个海外民运人士集中在美国社会的环境中，要凝聚着包括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北美其他地区的这些民运抗争人士，要抗议习近平，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次这种类似的呼声，从来都没有过。那这一份抗争呢？ 呃，将使得有一个说法凝聚在这个旧金山出现了一千多人、两千人，甚至更更多的人。那原来我们看过抗议的，呃，没有针对他。那时候针对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呃，特别针对江泽民比较多。那胡锦涛、温家宝来呢？呃，当时的抗议的氛围不太一样，也有类似的口号，但是没有说胡锦涛下台很少。那结束中共呢？ 比较多，但习近平本身呢就变得很不一样。呃，十号，民运团体已经汇聚在旧金山，呃，举行车队，那里面包括了中国民主呃人权联盟、人道中国、中国人权民主党、香港会馆，聚集了二十多辆汽车，已经开始进行抗议了。那这种抗议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民间的，呃，陈为民。 是个雕塑家，他来自于本来来自于应该是，我记得是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那他现在已经转到美国了。在他的背景之下，凝聚了包括高知胜律师的太太等等这些散居在民间的个体的被迫害者。那率先举行了抗议。那王丹、魏京生等人呢，要您从十三号，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凝聚在这个呃旧金山。 应该出现在中共的领事馆，出现在 APEC 的会场，出现在他的呃酒店居住的酒店，以及出现在他，呃将要进行宴会的，呃那个会场下面。那美国方面这个东西是人权自由当中，就是宪法修正案当中的第一条，言论自由、抗议自由、结社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宪法规定的权利。 那在现场同样肯定会出现，呃，支持中共的一方，那是大多是花钱买的，包括来自于社会的团体，所以这是习近平。那我眼睛里看到，这应该是习近平自主政以来将首次遇到，而这种遇到却成为了一种阶段性的。前十年，他获得中中共政权，巩固自己力量，那开启了全新的。 这个中共政权，就是习氏王朝统治的时候，第一天幺幺要死这一天，他将迎接全新的来自于北美社会的、来自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对他的抗争跟表达。所以我个人的强调呢，是命运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